立即移动即时通，保障产权真安心。大家好，我是桃园市地震特派员郑颖。近来不动产伪冒诈骗事件层出不穷，你是否会担心不动产遭人盗卖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加的保障不动产安全呢？让我们听听民众的想法。我都把钱都放在房底下，别人都不知道哦。地震局吗？我已经有办，而且不用收费，还有手机简讯和电子邮件通知哦。申请免费，他到底申请了什么呢？让我们请金钟哥为我们解答。大家好，我是金钟哥，保障财产安全就到地震事务所或网路申请地级异动即时通，可以及时掌握不动产的异动资讯。您答对了吗？大家好，桃园市地震解说员，我是阿丢，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内政部推出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就是为了防止伪冒不动产抵押贷款或移转。您可至任意地震事务所临柜申请，或至内政部地震师数位柜台网路申办。申办后，只要名下的不动产被设定抵押、查封、假扣押或书状补给，于办理收件异动完成时，系统自动分别以简讯或电子邮件通知您，就能及时的掌握不动产异动资讯哦。申请方式有三种，第一种，临柜现场申请，出具国民身份证或登载姓名、身份证统一编号并贴有照片的驾照、健保卡或其他由政府机关核发的证明文件正本。第二种，网路线上申请，以自然人凭证或工商凭证登录就可以完成申请咯。第三种，并登记案件申请，申办土地登记案件的权利人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送案件的时候也可以并同申请。另外，阿丁提醒你们，申请书的签章和申办登记案件的签章要一样哦。疫情期间可以多多利用网路申办，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地级移动即时通，地级移动即时通，地级移动即时通，很重要，所以阿丢说三遍啦。更多详细资讯，请至内政部地震师网站或桃园市政府地震局网站，或扫描 QR Code 哦。